接下来我们依序邀请我们报道一报道顺序，我们邀请今天到场的
议员朋友来为我们上台做一个简短的致辞。那首先呢，我们邀请林秀慧议员来上台为我们致辞。谢谢我们陈科长还有美女哈，那我们今天来接待我们的市长朱市长，还有我们在场的所有的议员同仁，包括陈吉利陈议员、江永昌江议员、金瑞龙金议员，还有我们张瑞山张议员，还有我们邱风尧议员的助理主任简永昌，还有我们尤慧萍议员的助理，还有我们区长，好、哦，这两位主角是一个是我们的区长，还有我们的交通局局长以及科长，还有我们今天所到的所有的里长，啊，还有咱所有的里民，啊，还有其他的公司吼、哦，我知影咱前一公司吼、哦、的总经理也到吼、哦，啊，以及咱所有进来咱厝边这些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今仔日吼，第一个讲，第一个来，我一定爱讲，而且又我拄住咱边啊。我当然要讲的，就是讲，这个停车场会起，我敢若伫机会，各所市委先人去当阵吼，争取机会，足足争取五年啦。他拄仔有一个大哥甲我讲，伊讲吼，你吼比市长较厉害。伊讲吼，我电话甲市长讲的，市长是伫旁边啦吼，甲讲九年啦，结果都无去。市长，你甲看遮偌需要停车场，包括你去的时阵，吼、哦、开始有经费，来去的时阵，我只有常常敲电话，甲咱谢科长麻烦，我也讲吼，进度一定要如期完成，爱如期完成，就是讲啊，咱伫正月开始要停，一定爱正月爱有停，啊，真正真顺利，吼、哦，咱正月你才会当停。而且他都要讲来讲，半天前来编辑，所以咱是不是爱互相感谢咱师傅？我听讲吼，前银公司哦，一直加啦，伊讲吼，第一个咱只辨识系统就不用刷卡，安尼节省时间，讲听讲是伫咱新北市内底第一座的啦吼。啊，当然，就是讲，为啥要辨识系统直接出去？因为安尼拿出去，免节省塞车的时间。不过咱对面嘛是车道，咱这边嘛车道，新田街搁细条。因为我逐天伫遮过，我知影，所以咱交通甲民乐路口呀，足塞的。所以呢，安尼会当节省塞车的时间哦，确实讲足好。但是哦，我听讲哦，咱即摆袂真吼，要开放予你民间去哦，即摆拢在排队啊啦，排得满满的啦。这个也要恭喜我们停车场来这里一定会赚钱，但是赚钱哦，一定要我们服务好，回馈好。安尼，我再拜托前银公司，安尼好无？谢谢，拜托前银公司。啊，当然这些吼，咱会当有一个停车场，拢是咱地方吼的意思。啊，首先嘛要感谢。交通局还有区公所如期完成，还有市府，给他们那个掌声哦！谢谢，华祥，华祥，谢谢，谢谢几位，感谢区府、区公所、所有吼，啊，咱现在啊，领导大家辛苦吼，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议员。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欢迎我们陈景定陈议员？好，陈议员说，好，非常客气哦。那上来跟大家示意一下。接下来我们是欢迎张瑞山张议员来为我们上台简短的致辞。好，我们欢迎张瑞山张议员。朱市长哈，阿兰赵局长，阿兰邱局长哈，李秀议员，陈锦丽议员，江永昌议员哈，金少元议员哈，还有我们邱永尧议员的主任哈，简永昌啊，尤伟廷议员的主任啊，林英俊啊哈，啊各位里长，各位里民。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恭喜。好，哎，两年多前啊，我记得朱西伟啊要卸任的时候，我来这边剪彩啊。啊，两年多之后，他、今天在这边完工，可以启动哈、真的这是综合的一个大喜事，真的不简单啊哈、能够盖一个停车场，花了好几亿，
那也亏以前啊，这块地是因为是停车场用地才有机会的哈、哦。那如果说要去征收的钱再来盖，那我想市政府啊更困难哈、哦。那真的是蛮高兴的哈、哦。陈总，林秀慧啊，刚刚在那边讲哈、哦，他蛮关心的。那我想说在议会啊，每一个议员都很关心的哈、哦。包括我也常常打电话给我们谢科长也好哈、哦，那有时候问他到底是不是能够如期完工了、啊、哈、哦。那这个科长啊，以前我看起来是比较胖，现在因为这个、啊、来当这个交通科的这个科长、啊，我当然比他超超啊，比较都帅一点，你知道吗？啊，越来越帅了哈。他讲来加眼睛呐、啊，他嘛加眉毛了、啊，所以今天那个谢科长他话留我爹了。我们为谢科长鼓励一下啊，不简单哦。来讲啊，做这个哦，关键的呀，添加你们呀，你以为要打你那个身体哦，啊，起码打到叫出来哦，你起劲不叫好包啊，所以做法拢帅。现在新北市，你立马上上，就把那个话话给他放出来，好不好？谢谢大家，好不好？好，好，大家做大家哈，大家注意，一个好的停车场啊哈，好一个好的品质哈，这咱来感谢咱市府的团队哈，交通局阿朱立伦市长哈，啊，给咱这边啊，恁老家这边车哈，一个好的停车的所在哈，大家注意，啊，借这机会啦哈，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叔叔如意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恭喜。好，我们谢谢张议员啊，接下来我们有邀请这个金瑞龙金议员，我们金议员非常客气哦，那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江永康江议员？来，江议员，请。首先呢、哦，还是请大家给个掌声，给我们朱立伦朱市长，他们交通局的局长啊，有他的用心，今天停车场才可以顺利。好、哦，啊，在座好几位议员哈、哦，都是我的好同事啦。我们中文的邱局长，那我其实今天来还有两件事情在跟市府在这边建立。第一个事情哈、哦、是跟停车场有关，当然这个是个六星级的停车场。那陈如刚刚所介绍的是用这个无票卡的辨识系统，包括月租车，包括临时车。那我刚刚也问了，第一个月一定是爆满啦、啊，可是优惠是用排队的顺序。以后会改成让李明哈、哦、登记之后来抽签，不过怎么样都是供不应求啦。那我们希望包括哦这里面平和里、信和，说150公尺，或是甚至扩大到500公尺，大家的优惠办法，大家能够抽签的公平办法能够一致，让这个停车场更能发挥我们李明的期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这边的交通路口哈、哦。啊，出去民乐路上的那个北二高台64交流道，那那边呢，大家都说哈、哦，因为车流南下北上，常常在那边造成这个哦淤积，它、啊、常常有交通的问题。我们也请市府想办法来跟中央单位哦，啊尽量的来解决。另外还有一个是到中山路三段环球购物中心前面，尤其哈、哦。假日或尖峰的时候，很多人要上去停车，那常常造成拥塞的情况。我想根据这个停车场成立之后，未来在周遭的交通再一并做研究，啊、来发挥我们升格之后啊市府哈强大的行政功能。啊，我也为今天停车场启用带来祝福，也祝大家新的年度健康快乐、幸福平安。谢谢，感恩。好，我们谢谢江议员的建议，我们交通局也会努力来改善这些。哦，问题哈、哦，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欢迎我们中和区邱局长来为我们致辞？市长，我们在座的各位议员，还有所有的里长啊，各位乡亲，我们交通局的赵局长以及所有的市府长官。啊，今天本来我们市长讲完话以后啊，我就不应该再上台来跟大家来做报告。啊，但是我想说，这个过程也必须要几个哦，啊，非常用心的几个议员，我必须要跟各位来报告。事实上，我们在我们过去在县的时候啊，议员都很认真，不过有一个是特别啊关心的，就是我们李秀慧的关心，他一天到晚盯着说啊，能不能如期完工啊？那工所当初争取的预算是2亿，啊，结果我们后来编制预算是1.8亿。但是花包的结论是1.17亿啊，我们就把它花包出去了。啊，也在我们啊朱市长的这个监督之下、要求之下，我们都能够顺利的如期完工。
而且这个停车场也是我们新北市首创的一个斜粉式的一个停车场，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稍微的斜度，环境的一个斜度，就减少我们车道的一个空间。啊，这也是我们新北市的一个首创。那盖了以后啊，也真的是哈，让我们市府一再的监督要求，每次来这里做考工程考核都能够达到85以上，也获得了啊整个市府对我们的一个评价是优等的啊，这个工程是什么这个市府给我们的是优等的一个，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工程能获得市府。啊，事实上我们在综合许许多多过去许多工程，大概每一件工程80%-90%都获得甲等以上的一个这个品质，这是我们一直一贯的一个要求。同时啊，在这个工程整个施工当中啊，完全啊没有 delay 啊，如期的完工啊，你们破口好如期完工啊，所以说啊，这个也谢谢我们议员啊，在今年这个预算审查的时候，特别对我们公司的照顾啊，预算啊能够很顺利。我们也希望说，真正能够哈加入啊公所啊需要推动的工程啊，在市府的监督下，我们绝对可以尽力的完成，也不辜负我们所有乡亲对公所的期许。啊，咱有人讲哦，那个玉鼎讲到真担心，讲今仔日也有人要来讲，咱市长哦来控金啦。伊讲安怎呢？讲不平则鸣啦，干那平和力讲哦拍七折，其他哦其他的能力讲哦拍八折啦，你知道？所以经过我们昨天也特别跟找里长来协调哈，那我们也希望说啊，这个承包的厂商啊，能够比照办理的，想办法给有一年啊优惠啦。大家赞不赞成啊？他首先打了一点赚钱，然后编辑也打了一个广告。不过这个话我们会继续的来争取啊，希望说能够哈公平的一个原则之下啊，能够达到我们所有乡亲的一个要求啊。这边今天也在这里提出，我讲所以讲啊，其他一种有定金金丢，都唔知有人会来啊未？公平啦，这好代志，欢喜的代志哦，无人会来抗争啦。啊，这是好事情啊，绝对没有人会来抗争，只是大家会来争取说啊，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平等的一个待遇，优惠待遇是真的哈。很谢谢我们乡亲在施工当中造成的不便，这个地方也在这里特别跟大家来道歉。我们也会这个将来这个盖现在盖好以后啊，绝对会让大家这觉得说整个一个不但是美轮美奂，还可以让大家更方便。也谢谢市政府的支持，感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谢谢我们市长。那我们感谢所有贵宾的祝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我们停车场的剪彩仪式，那请各位贵宾来跟着我们移动。现在由我们的引导人员引导各位长官贵宾前往我们停车场出入口进行我们的剪彩仪式。那今天剪彩仪式所邀请的贵宾有朱立伦朱市长、张永昌张议员、李秀慧林议员、张瑞山张议员、金瑞龙议员、陈明进陈议员、刘威。请各位贵宾啊，我们后面我们礼仪小姐，请各位贵宾戴上我们的手套，拿起我们的剪刀，好，我们共剪。
贵宾呢，请跟着我的步伐呢，我们有黄衣天使会引导各位，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六星级的设备哦。各位，刚刚这个设备呢，是刚刚很多议员朋友提到的哈、哦，我们这个是无票卡的车牌辨识收费系统哈、哦。那我们现在入口的朋友，大家让一下，我们会有这个车子来实际做一个测试哦。来，我们车入口的车道，这个媒体朋友。因为这一套是，我们公家机关的电力卡，来，让我们测试看一下。来，示范一下，这个是我们六星级的服务啊。各位媒体取好角度哦，这是我们六星级的车牌辨识收费系统哦。九本林的您好，可以欢迎使用车牌收费系统。哦，民众呢不用请往前排，开启车窗取票卡，完全是用不过以往传统必须要取票卡的方式哦。接下来我们第二排哦，麻烦注意一下。我们无需开车之后，只要车子开过来，哎，车牌辨识呢，就可以开那个车子入场的动作哦。我们上午下午各一个钟。好，来，请进来哦，小心哦，各位媒体朋友，小心。大半天站一天好，那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这个管理员是哦。电力车牌，电力车先开始。以车牌为主啊，没有特别车牌啊。在这边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如果这一台不对应的车子的话，那这边会有一个拉杆，让它往下拉，它再选择一下。好，我们谢谢市长。